表演，来用音乐洗洗耳朵好吗？接下来的节目是《施法魔》，由范青海和梁素玉两位带来的《施法魔》。这两位同学呢，也是要跟我们一起到海外巡回演出的哦。好，大家现在好，哎，再稍等一下，精彩的表演是需要等待的。好，这两位同学呢，一样到时候会跟我们去国外一起巡回演出。好，我们现在很多同学都非常优秀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到国外发扬我们这个客家的文化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欢迎两位带来的施法魔，众赏您请。